还有什么口号是不是？是的，大家好，我们是 X9 少年团。好，欢迎我们的 X9 少年团，来有请我们的九位少年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耶耶！哇，今天能够跟我们正在收看活动的各位炫斗勇士共同见证这一刻，也是非常的开心。那当然了，在这里要正式跟大家问个好了。是的，各位正在收看我们活动的炫斗勇士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腾讯游戏打造的动作格斗类手游《天天炫斗》三周年青春盛典的活动现场。我是主持人洛星，我是主持人海英。那当然了，刚才呢，我们的天天炫斗今天有请到的青春盛典的青春偶像 X9 少年团呢，是跟大家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但是我知道，应该各位都是有备而来，是不是？啊，接下来呢，希望我们每一位成员都可以用天天炫斗的一个方式来介绍一下自己。好，我们从哪一位先开始？从哪一位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X9 少年团和伤之名跑得一样超级快的所谓行走的一架赵磊。哇、哦，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和龙系一样灵活的旋风小陀螺夏之光。好，之光。Hello， 大家好，我是和 Lucas 一样拥有超出常人运动能力的子凡。哇、哦，欢迎子凡。Hello， 大家好，我是像布鲁一样成熟稳重的队长之一彭楚月。欢迎楚月，请来这边了。Hello， 我是跟凯瑟琳一样拥有温暖笑容的武牙小话痨武嘉诚。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和康斯坦丁一样拥有迷人侧颜的话最少的武嘉诚。迷人侧颜。Hello， 大家好，我是跟仓木勋一样会放电的肖战。哇哦！哇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和布雷泽一样有大肌肉的小眼睛陈泽熙。Yeah。Hello， 大家好，我是和洛林一样爆发超高的老妖烟许佳。嗨，欢迎我们的 X9 少年团，感觉得到吗？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对不对？ Yeah。 今天都找了一个跟我们天天炫斗里面的角色职业勇士相匹配的特点来介绍自己。是的。那当然了，今天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企鹅电竞、闹直播、斗鱼直播、虎牙直播、龙珠直播、熊猫直播、触手直播、全民直播、战旗直播、狮吼直播、大神互动、YY Live、一直播、梦想直播以及 PPTV 巨力来收看我们今天的青春盛典。没错。那当然了，刚才呢，也问了一下，想知道的是，最近我也有了解一下我们 X9 少年团的动态嘛？最出名的就是刚才我在介绍你们的时候有讲过社会主义好男团，大家都知道吗？队里面呢有几位学霸，想问一下学霸，你们平常玩游戏玩多吗？来，学霸，来光光，这边三位学霸站在一起，为什么？哎，三位都来讲一讲吧。我过去了，就是平时的时候就是会在作业做的就是。做完之后会玩一些游戏，就玩。这边说哦，那磊磊呢？我啊，磊磊，我其实之前很少玩游戏，是后面就是出道之后和大家在一起了之后就，就是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和大家融入在一起，所以我玩的游戏。是这样的，强行要这样讲。最近呢，我们也知道啊，我从热搜上也看到过子凡啊、北电也是第一嘛，当然另外两位成绩也是很好，所以说子凡玩游戏会玩的很多吗？我玩游戏玩的很少，因为我手残。手残？我以为会塑造一个就是我随便玩啊，但是我学习成绩就是很好，没办法，一个形象。没有，并不会是吗？啊，大家都比较谦虚啊。那当然这边呢，我们今天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在玩天天炫斗的时候，我们最近有一个版本的更新。新版本。啊，而且三周年。对，三周年的新版本。是的。那在这一次我们三周年呢，也是给各位炫斗勇士们带来一个全新的游戏体验，进行了全新的美术风格改版，上新了全新的交易系统，以及大家最期待的全新的竞技场，以及全新主城和副本，同时还更新了职业装备抗魔值共享的功能，极大的降低了大家啊、体验新职业的成本。好长啊！可以，讲了很久。没错，哎，这样其实说起来的话，我们这个版本的更新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大家非常关心的，知道是什么吗？你们最关心的新英雄。新英雄。
新英雄，新的职业，对不对？对啊，新职业，还有我们的福利。今天我们在现场的新版本上线也是有福利的，海英跟大家揭露一下。这个福利啊，商城每天一折购2000钻石轻松得，每天10万水晶3次，四大直播平台 H5 分享货专属称号，副本狂欢六倍奖，7颗 S 服饰每天送，8只宠物等你拿，永久史诗只为你。好，如果说大家因为海英的普通话不太好，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的话，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天天炫斗游戏，如果你没有这款游戏，赶紧去下载我们的游戏，那么就可以收获我们的福利了。 OK， 那接下来就进行我们的热身活动，活动筋骨。那我跟海英先到一旁，你们先围成一个圆圈。圆圈现在就能看出来了，展现友谊的时候到了。好，那这个游戏规则说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这个游戏呢，你们每个人代表的是我们天天炫斗里面的半个金币。那待会儿呢，海英会喊出一个数字，你们要加加减减乘乘除除，凑出来他说的这个数额的金币。对，半枚金币，半枚金币0.5。好，音乐 music 要赚的。好，来走起来，可以唱个舞，有个秧歌什么的。哎，广场舞。我发现古嘉诚是特别的沉稳，就不讲话，真的不讲话。要问小事情吗？完美测验。好，准备多少个金币？我的答案是2枚金币。2枚。2枚。什么情况？好，音乐可以拉小声一点，我们来数一下。这边1234，然后这边两个1234，我们先让他来讲几句话吧。作为一个拥有着完美测验，同时又不爱讲话的一位成员，今天被大家排挤出去，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所以我今天全程是这样露着，只有侧脸面对，这是只有侧脸。刚刚我是为他们，对吧？啊，谢谢，就故意成全，有团队精神嘛？啊，没有啦。其实我知道大家关系都很好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分组，是你要选择一个组，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主动说我要他？要收留他的。你们要他吗？这边有抛媚眼了。我一看他们就，我知道你很有奉献精神，所以那就奉献到底吧。所以说。你选择了那边，对不对？对，其实他们想选择我，然后把我放过去祸害他们。间谍，间谍身份啊！那这边有意见吗？因为待会儿这边五个人挑战，你们是四个人哦。没，我们这么强，是不是？我们这么强，就少一个人也没有在怕，对不对？是啊，是啊。现在小朋友越来越嚣张了。本来这个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吗？哇，有点伤，要不要证明一下自己啊？不要，真的，他们这个互相拆台已经开始了，我已经闻到火药味了。然后接下来就有请两边的队长出列，放出你们的队名和口号。好啊，那么啊，先挑了半天没人出来呢，让小的出来。好，哎，谁先说？先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来，听说现在超过23岁就是中年了。所以我们的队的名字叫炫斗超能队。超能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啊？跟23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口号是炫斗超能队，稳啊！这边还是很和谐的，真的声色并茂。觉得他们的这个口号怎么样啊？情绪特别到位，来，可以，来，我们我感觉这边有点荡呢。啊，没有，听说小于23岁的都是幼儿。怎样？那是你听说，那真的是你听说啊，就是这么着，好吧？然后我们是五个人，所以是五啊，炫斗无敌队啊，老哥滚。稳，哎，你们的口号都是稳，然后这边是稳，这边是巨稳，是吧？巨稳啊，这边多了一个字，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个字，对吧？我们叫无敌队，对，无敌队，炫斗无敌队，这边是炫斗超能队。好，那现在我们的分组就已经完成了，队名也已经起好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挑战任务的环节了。那第一个任务呢，叫做斗超能。是。这个超能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的新职业卢卡斯。那在游戏当中呢，卢卡斯有非常多酷炫的技能啊。那首先我们来先来看一段卢卡斯的技能视频，那么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超能力少年卢卡斯的世界。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炫斗新闻整点播报，波鲁克大厦爆炸事件现已查明，证据显示这是传说中的狂想侠为了揭露波鲁克集团罪行所采取的行动。在行动过程中，狂想侠与波鲁克科技集团非法研究的生物兵器展开了大战，双方你来我往，大战了整整一夜，最终胜利还是属于狂想侠的，这真是大快人心。揭露了波鲁克集团多项罪行的狂想侠究竟是谁？他就像从电影中走出的超级英雄，如有任何关于狂想侠的线索，我们将重金酬谢。不知道有多少钱呢？好，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个新职业超能力少年卢卡斯的技能视频。是的，刚有说有奖励嘛，给送给大家的、啊、但是我觉得应该相应是不是有一点惩罚。我看到这个 OK 啊，你们要不要自己说一下？对，如果输了怎么办？你们要就、啊、没有就算我这一轮游戏的道具，就是游戏道具啊，游戏道具还能怎么办？你们都摆上来就有一种好像要坐老虎凳的感觉吗？你的意思是你的惩罚跟这个有关系对吗？有吗？你们希望有关系吗？自也不知道，不希望，但是不希望，但是没有不给力。好，这样吧，我们先不说加不加这个，你们自己来说吧。Okay.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集体输了的那方俯卧撑十个，哎，是小 case 吗？会对你们是可以啊，小 case, 没问题，都是小 case 对不对？小 case 啊，小 case, 哇，这么小 case， 那这个算什么惩罚？对啊，这不算惩罚。做半个的，只能做半个。怎么做半个？哦，就是下去然后不起来。腰疼。做半个。那反正呢就是这样吧，你们在做俯卧撑的同时，赢的那边给你们施加一点小小的难度，怎么样？好。怎么施加的话，就看他们心情怎么样。哎，不是看对面，你为什么不说就看你们心情？对啊，也许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想想施加压力，你们五个人呢？对呀、啊。哎，我觉得大家、哎、怎么你们自己都没有什么信心了？哎，刚才子凡又说是子凡说的嘛，运动是超好的。对。所以说这一轮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突破选择？当然不会、啊。不会。来，先跟大家说说我们的游戏规则吧。游戏规则呢，是需要我们的队员们共同配合来完成三项任务卢卡斯的主要技能的挑战：必杀三分球、无限滑行以及超瞬击风车。用时最短的一队就可以成功与我们的超能力少年卢卡斯进行匹配了。好，那这个。哇，说这么多，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们马上要给大家示范一下了。对，好，洛星讲规则。好，我上道具给你们看。好好好。那第一个环节呢是头顶篮球赛。好，一个人头顶篮筐，其余队员呢站在指定区域内向其中进行投球，投入三个球之后就算通过。那这个任务对应的是卢卡斯的必杀三分球以及极速传球的两个技能。明白。那这三个任务是要一起串联起来的，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这边这个地方有一个高低杆。那这个任务呢需要一名团员在手脚不落地不碰地面的情况下，在队友的推力之下滑过高低杆。这个任务主要是对应着滑板少年卢卡斯无限滑行的技能。你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滑板上，就要靠你们的智慧头脑了。智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上你和我我说错了。好，接下来就来到我们最后一关。这一关好像你们都挺怕的，对不对？其实也很简单。就处罚不是你就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处罚，这是我们其中完成的一项挑战。我也想好派谁了，反正我想好派谁。已经想好了，我已经想好派谁了，我已经想好派谁了。好，这一关的话呢，我们需要一位团员从指压板的一边到另一边，我不管你走也好，跑也好，跳也好，后空翻也好。要脱鞋吗？要脱呀。当然要啊。当然要脱呀。你在做梦，怎么可能不让你脱鞋？好，这种好事情，反正让你们健身的，对吧？然后拿起跳绳之后，与另外一位成员在这里双人跳跃，完成五个跳绳。另外一个成员可以不在这个指压板上面。就是两个人过来之后跳五下。一个人从这边过来，一个人在那边等着。没错。明白。然后用时最短的就获胜。有没有自告奋勇要先进行挑战的？哪边先开始？我选择是轮着来吗？一条线过来，完成第一个任务之后，第二个，然后再到这边。那小的线，不，剪刀石头布，来队长，队长来剪刀石头布吧。谁输了谁先？谁输了谁先？不是男人的对决，
石头剪刀布，哎哎，好，三局两胜，说他们先，就他们先，哎，好，三局两胜，没有，哎，没有，没有，没有，三局两胜，没有，没有，一刀一刀定，不存在的，这边开始，我们到这边来观看他们的表演，好，我们来安排一下，有请我们的无敌队开始你们的表演，对。就是我们站站工作人员，我要倒数啊！站站我倒数说开始之后，你们才开始投球。我是干什么？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将会进行计时。我跑过来跳一下，跳舞跳舞一下。准备好没有？好，计时三、二、一，开始。来来看一下，老谷，哎，快！哎，看来两位都不是，全部都空了，快拿球，全部都空了，旁边。哎，这个命中率不行啊！好菜、啊！哎，这边已经在说你们好菜了。哎呀，哎呀，啊、那个怎么？他那个会弹出来。你要不要贴到跟前投啊？越来越近。这个舞台上的球已经不够了。可以扣篮吗？我看不了了。不能吧。可以扣篮。一个。哦，我来。楚月已经开始帮我们擦地板了。两个。你干嘛扔我？还差最后一个，还差最后一个。哎。哦，你是要砸我？这个雷声大雨点小。亚翔，亚翔，亚翔，来看一下什么样的姿势啊？姿势，好，选择了这样一个。可能三个赶紧过来。我说了，说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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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五个，五个。他手碰地了，你要在上面。哎，另外一个人要站在上面。哇，我在上面。你们为什么这个姿势啊？好奇怪。哎，我来，给我。面对面。我觉得小朋友就在旁边笑我们啊！来来来，你们俩能看到吗？我也在旁边笑你。天哪！你来了，几秒了？面对面呀，面对面为什么要这样子奇怪的姿势？这样看不到他的神过来的。一、二、三、三、三个、四个、五个、五个、四、四、五，完成。来问一下，我们的时间是？哎，年纪大了干这种事。1分26秒，很快了，我以为要用5分钟，还是有点略快的。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还原一下。好的，好，接下来是下面。刚才这个队投篮投的真的是漫天雪花，真的。然后我捡球捡的非常累。扔我，他还敢扔我。他是拿着扣篮的吗？泽西是来捣乱的吧？哎，你们刚刚看到他们的之后，你觉得哪个环节是最难的？我觉得投球是最难的。哇，这个很准。我觉得投球是最难的。刚才你怎么没有投上去？所以我一开始说，所以是对面的嘛？派过来的间谍，对，难怪了。你们还要收留他，真的为难你们了。真的是兄弟情，兄弟爱，真的没办法。好，准备好没有？走，好，不，要离多远啊？你投完篮直接过去。啊，不对，你是在这边跳绳对吧？好，谢谢，没得讨论。那我要做那个，我要跳绳，哪来得及啊？有一个人都是我。哎，要脱鞋哦！跳绳那个要脱鞋哦。磊脱嘛，磊哥脱。我要走过去吗？对，要走过去。来吧，来吧，磊磊整个人都不好。哇！你先过来投球啊！你要投球啊！还没有开始，已经开始自弹，要试一下。好，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没有？好，准备好了，准备好没有？计时了。三、二、一，开始。看看他们的准头怎么样？好，来一个厉害啊！好，哎呀，出来了！好，哎，反正你不用动，我们扔就好了。哎，有没有？再扔一个，再扔几个了？哎，好，有了，来，你第二个环节，稳一点，稳一点，走，一二三，走，呵，咱们赶紧过来，反大力，好，通过第三关。小心一点还是很谦虚，说还不是他们的正常水平。对，有什么话要说的？我们无敌队，正常水平。你们直接做俯卧撑，我们就收工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有请超能队对来到我们娜美 NPC 处领取你们这一次的奖品。是吗？哎，这一次呢，我们娜美将会，哦，四个人都过去了，正好。
正好，正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可怕之处，对对，本来是只有队长过去的，既然四个人都过去了，那么出道难题、啊，不能这么轻易给他们。那我们回去吧，首歌，我们回去吧，哎，加油，加油，先走一步了，歌文。队长，他说要让你唱首歌，唱什么？唱几句，唱几句，要不要给他一个面子？唱什么歌呀？就首歌，点歌，你喜欢就好。蕾蕾，你会唱什么吗？我来，你来，你来，你唱那个。我们是什么超能队？超能队。哎，我们唱那个吧。我们唱的这首歌的主题曲，随便唱一句。随便唱一句就可以了。啊。来一场青春的饭，放肆自在 ，Casino 就将你打败。啊，那美过关吗？哎，过了吧，过了吧，别过了吧，别回答了，人家都拉两个人来唱了，这样就很伤心，说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时间可以，还可以啊，还可以吧，可以啊，可以了，可以了。OK， 这还是摇头，还是摇头，还是摇头。卖萌，补偿一下卖萌。哎，我先问一下，先不用卖萌，谁是最擅长卖萌的？老虎啊，当然是。那我们输了，我们没有选择礼物的权利。老虎是我们派过去的间谍，你忘了吗？那所以说，要不要召唤一下这边的谁帮忙一下？来，这两个，好，来，这两个比我们小，咱们换位，人多力量，最终还是四个人全上了。是啊，最终还是人头够魔爪。哇，你上的好开心啊！来，怎么卖？我帮你们配个音，我帮你们配个音，为什么不用加个音？我帮你们配个音好不好？没有，弟弟加油！哎，我帮，佳佳，我帮你配个音吧。好，我配的加油，加油。我配的音就是啾咪，啾咪，来吧，三二一，啾咪，好了，不要为难了，直接给吧，我们这一轮的金币以及 S 碎片。哦，所以待会儿你们最好就直接让队长过去拿就好了，来放到你们专属的宝箱当中。哦，这个时候队长出现了，几个呀？十个库存。十枚金币，在我们那边放几个。万一不，佳佳，我们那边放几个。验一下钞。我先看看你们那里边有没有先。好了，来，有请我们的超能队回到我们身旁。那接下来呢？这一局因为你们挑战成功，触发了本轮的福利发放。我们将一起喊出口号：爱炫感动，我不 say no 之后，来触发我们的福利。好的。三二一。爱炫感动，我不 say no。 接下来屏幕上方呢已经出现了我们本轮送给大家的 CDK， 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天天炫动官方网站换取游戏福利，锁定我们的活动，接下来的每一个挑战都会有福利送上。好了，那在我们的福利发放结束之后呢，下面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挑战环节了，叫做豆拷问。那我们其实很多玩家就是在我们玩炫斗的时候，可能之前并没有对炫斗幕后的一些资讯呢有所了解。那今天呢，我们请到四位策划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哇，来哦，已经上来了。来，我们先到这边来看看我们的四位游戏老师。刚才没人，没转身，四个人站后面，突然出现。好，那有请我们的四位策划老师，简单的来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叫 Jackie， 我是这个游戏的游戏策划。大家好，我叫小胖，我是这个游戏的游戏策划。其他几个肯定都是假的。大家好，我是这个游戏的策划，我叫小鹿。大家好，我是炫斗项目组的一名策划，我叫夏奇。大家好。好的，那我们四位已经说出来了，我们这一轮呢将要考验你们的洞察力和对游戏的了解程度。那他们四位当中呢，只有一位是真正的天天炫斗游戏策划老师，你们将会要通过三轮的提问来甄别究竟哪一位是真正的游戏策划师。OK， 第一轮的问题呢是四位都会回答你们的，你们可以想想你们究竟要问什么问题。好，谁先问？谁想好了就可以先问了，哪边先？那我先吧。哇，来，老师听好了。说出1.3周年新版本最核心的特色内容。哎，最核心的特色内容。三周年最核心的特色内容，
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角色叫 Lucas。我们刚刚都在说过这个角色，就是跟风的感觉。他觉得，我认为啊，这次我们这个新版本的核心内容是我们这里面增加了一个叫抗磨值共享功能。这就不一样了，有点专业了，听得很有道理，觉得很专业。听不懂的话，第三位专业，应该是设定了拍卖行的这个功能。拍卖行三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三周年重要的功能，其实他们三个我觉得说的都是对的，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功能。然后如果最重要的话，我觉得拍卖行吧。拍卖行，拍卖行也是拍卖行。划水啊，这个划水也听完前面三个，然后对啊，我觉得也是，对吧？选一个，你们现在看他们的面相，觉得哪一位会是你们的重点对象？我觉得三号。三号这边呢，我觉得是 Jackie， 因为他的名字很洋气。名字很洋气。 Jackie 就是大公司一般都会取英文名。那还好他不叫 Kevin。 你要想一下，我觉得应该在一二号，因为他说完什么拍卖行，然后他就跟着他的拍卖行了。这这个是拍卖行是啊，是个重点啊。但是说不定他也是不懂啊，所以才拍卖行。我怀疑这两个吧。反正你们现在心里面有一些重点对象了吧？来这边提出问题是。好，那我就提一下，我要提两个问题是 ，Lucas 是目前的第几个角色？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好，这个问题也很关键了。Lucas 是目前的第九个角色，然后我最喜欢的是龙溪。哎，龙溪。Lucas 毋庸置疑是我们现在第九个角色，我最喜欢的是凯瑟琳，因为凯瑟琳是一个爆发型的法师型人物。你喜欢美女呗？一针见血。我觉得他是第九个，然后 Lucas 呢，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在改版之前，改版之后呢，他的那个美工效果是最好的。美工从画面上面来讲，卢卡斯是我们炫斗游戏里面原生的第九个角色。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布雷泽，因为他的头发是灰色的，我觉得特别帅气。四位都已经作答完第一轮了，你们心中刚才都问了嘛，有一些重点排查对象，接下来进行第二轮提问。这第二轮提问呢，你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到两位来回答。那我就问四号和三号老师吧。好，我问新版本里面你们的设计灵感是什么，然后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学院风？学院，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现在的手游都是面向的是年轻人，年轻的群体。年轻人嘛，手游就是给年轻人玩的吗？拿回去。完，辩论赛啊！我觉得他说的对，都对都对，就面向年轻人。对对，那为什么是学院风？学院风的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刚刚从。或者已经还在学校里面，或者刚刚从学校里面出来，学院风的话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在一个有个共同点，或者自己曾经在学校里的一些回忆啊。很专业哦。那对于三号四号的回答，你们觉得有帮助吗？有，小胖很有帮助，很有帮助，特别厉害，基本可以排除。那Jackie怎么样？我觉得被抢麦了，我觉得输了。小胖抢他那个麦，动作挺帅。就Jackie气势上有点弱，有点弱。Jackie 对啊，来这边的第二轮的问题。那我就问一号和二号，我想问的是，我们天天炫斗从不删档测试以来，一共有几个版本？几个版本？我这个有点真爱粉才能答出来。应该是33个。哇哦，33个，应该是。这个问题好难，但是我还是答得出来，应该是33个吧。我应该。为什么你们都是应该是？划水之王。划水。陷入了沉思。一号老师很心虚啊，我感觉。觉得一号有点心虚，但是他有可能是那种，扮猪吃老虎。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
方向的问题，所以有点吃亏，就是都是先二号回答，最后一个很容易，但也不一定。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我比较怀疑的对象。你们现在是演员，还有最后这两边这两个已经认定他是演员了，是吗？啊，待会儿我们可以问一下啊。现在我们最后一轮，你们只能选择一位进行提问，可以要仔细思考一下了。Jacky 已经排除了吗？我觉得 Jacky。好想看他在发言哦。我觉得不用怀疑，对，我觉得不用怀疑他们。有什么想问的吗？我基本上，我就应该要问一下女生，因为她是四个里面唯一一个女生，我觉得说的还蛮特别的。啊，对，要问什么问题？哪位来问？泽西，为什么？我觉得我想想一下，我要问一个有深度一点，对对，问深度，深度的，对，要问的很有意义这个问题。所以你有男朋友没有？这个问题好有深度啊！好有深度啊！其实看似很浅显，但我们跟你们讲解一下。你像一般的那种大公司的游戏的这种设计师，他们一般是没有时间去谈男女朋友的，因为他们都要很晚才能回家，要加班，对不对？加班，是不是？听到我这个逻辑，是不是觉得很赞？老哥文，啊，大家别想回答吧，你别说了，我想听你回答。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确实很辛苦，然后晚上也会很晚回家，所以我当然感谢我家人对我的理解，特别是我的男朋友，下班的时候都会接我回家，对对对，我实在是憋不下去了。我们男朋友没有，因为我们这样的工作是吧？如果说像你们怎么会选择一个天天工作到这么晚的一个游戏策划人呢？对吧？那可不一定啊，不一定，什么啊？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挺像，有点像是吧？就还是有可能是女生。对，好，这边感觉他们已经确定了一下啊，我们超能队最后一个问题了，我来吧。首先我觉得策划这个行业是需要很大的工作量，然后肯定会涉及到熬夜，熬夜呢会使女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会导致皮肤特别的差，但是这个姐姐呢看着皮肤不是那么差，所以我选择 pass 掉。小侦探，然后熬夜呢还会导致人迅速的消瘦，这两位哥哥呢有点发福，所以我选择问一号。你不给人家熬夜吃宵夜多啊？一号就是策划这个行业啊，不是在你们策划这个团队全体人员的构造是怎么样的？哦，就看你这个问题有做功课。我们策划团队的话，我们宣斗的话大概是有20-30个人，然后整一个的分工的话，有关卡策划，有数值策划，有角色策划，然后还有运营策划，大家就是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啊，这是你了，这是你了。很专业的问题以及很专业的回答。啊，那现在两支队伍，你们要不要讨论讨论，究竟谁是你们心中真正的游戏策划？不用讨论了，一号。啊，这边先抢答一号了，你们觉得？你们买，我们买二号吗？我觉得买二号。看他为什么要挑一个女生在这，就证明对，他老可能觉得我们。不会选那就买定离手，买定二号。好，这边一号，这边二号。接下来再为大家揭晓一下我们天天炫斗真正的游戏策划老师究竟是四位当中的哪一个呢？这个时候应该配上柯南的音乐。真相只有一个吗？真相只有一个。二啊，倒数完之后往前一步走，为大家揭晓究竟是哪一位。三二一，噔噔噔！回去了，又是我们的超能队回答正确了。好，欢迎我们的游戏策划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全国的炫斗玩家大家好，然后我是天天炫斗项目组的一名策划，我的名字叫做夏曦。Hello， 好，你好啊。当然了，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有很多问题想问问策划老师。是，那其实我之前解说了很多游戏，还是很少见到策划老师真人的。那我想问一下策划老师，那我们炫斗这个游戏上线3年以来，是怎么样做到一直保持一个较高的关注度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之后的版本当中有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规划？我们炫斗上线3年以来，其实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个立足点，然后做的最出色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格斗竞技。那这种玩法其实也是我们玩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玩法。
然后我们这三年以来其实一直在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玩法上面其实都在不断的去做一些突破和尝试。比如说我们这次的三周年的一个版本，那么其实是有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美术包装，更加的时尚。我们新的一个角色卢卡斯，然后非常的活力帅气，比如说戴着耳机，然后踩着滑板。比如说我们这次还有一个新的公平竞技的这么一种更加的公平的这种玩法，无论是高战玩家低战玩家其实都能够实现你的格斗梦想。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交易行，其实市面上像格斗游戏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因为玩家喜欢，所以我们还是非常乐意去做符合用户需求的一些玩法。那未来的话，我们会加快我们角色的一个更新频率，玩家能够更多的去体验不同的一个角色。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竞技上面去做更多的策略性的更加有深度化的一种实时格斗，让每一个玩家每一名炫斗玩家都实现他的一个格斗梦想。最后我想说一下，炫斗三周年真的感谢你们，谢谢。哇、wow. wow. ，感觉是推心置腹的一番回答。嗯，那也感受到了我们游戏策划的辛苦。谢谢我们《天天炫斗》所有的策划老师为我们呈现这么一款非常经典以及优秀的作品。谢谢，谢谢，谢谢。那同样的也感谢我们另外的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台上，谢谢，可以到台下休息一下了。谢谢，谢谢。OK， 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舞台了。来，这一局。怎么又是超能队赢了？毕竟实力摆在这里。我感觉无敌队，你们要不要？就是那个二号实在太像了，太像。二号很像吗？主要是泽西问了一个问题。对，其实说的真很有道理，而且他说他没有男朋友嘛，对，是很辛苦。他有点迷惑你们。对，好了，那现在呢，要开始由我们的超能队的队长去领取你们的奖励啦。队长，他有点怕了，他有点怕了。谁去了？他直接就去了。要卖萌。队长一个人去。来看，哎，这次非常干脆的就拿给他了。谢谢。好，两个这次是。好，放到你们的专属宝箱。一个是碎片，一个来旁边、那个、一个是碎片，一个是金币。旁边那个。哎，他们一看没有危险，一看没有，对，不会为难他们，就全部过去了。看看我们战利品。怕有炸。一看就没有。你看这个箱子不行，空空的，箱子空空的，贴纸换一下。说不定人家后面还有四个游戏，一下子全部追上来了，啊啊、要不要打一打士气？打不起来，没有游戏了，没有游戏了，没关系，我们就现在这样的心态一样可以赢，对不对？啊，什么平常心，好不好？啊，平常心反而更容易取胜。好、哎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挑战当中了。在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嘛，这一次你们也演唱了游戏的主题曲《炫斗青春》，那这个游戏呢也是跟我们的歌曲有关的。啊，不是，不单单是这首歌，那这个挑战呢叫做斗传唱。斗传唱。对，那这个环节呢，就需要我们所有的队员啊，每个队的队员呢，都要派出一名队员，根据题板上给出的指定歌词，用动作和口型依次传唱给下一位队员。那么我们每位队员在之后呢，都是要戴上耳机，你们是听不到前面那一位队员在唱什么的。那么最后一位队员呢，要能唱出指定歌词的话，就是挑战成功。那如果挑战失败的话，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惩罚措施。什么？什么惩罚？干冰。哇！我刚想吓唬他们说是意大利炮。啊！意大利炮。意大利炮。好了，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呢，大家可以分配一下，主要你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可以分配的，你们这边可以选一位出来观战，就不会接受惩罚了。我来第一个。看谁究竟是团宠的时候就要到了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决定一下谁是第一位，谁是最后一位。你要唱出来吗？好啊，好啊，那先因为后我们家里最后他后面要蓄力，因为我们后面那两个游戏爆发有大招，所以我们我来先派他休息当解说的这个职位、啊、解说员。好，那所以说你可以藏在哪支队伍先来？哪支队伍先来？获胜队伍先来吧。好，来啊，来，你们决定位置了吗？决定了，决定位置。看一下哪位在最后最难的猜歌的阶段。最后是哪一个？磊磊啊，磊磊来决定猜歌。接下来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一题的题目。来，有请我们的谁第一位？第一位，子凡。来第一位。好，过来看一下啊。这里面的歌。好，他看完了课，可以给我们的观众看一看。我
就是说他们三个要抢答，还是说不是抢答，他一个一个的传过去，一个一个传过去，对，最后一位磊磊来猜啊。你看你们捡了个便宜，现在才知道规则对不对？他们现在是听不到外面讲话了，好深情啊，他们那个那些许家伙好有戏。准备好了吗？可以开始了。好，干嘛？对，他缩回去就可以开始了啊。还没有开始，准备。哎，准备，耳机戴上，三二一，开始。这个不唱出来，直接动作。啊，旋转跳跃，不对，什么？这是睡觉。哥们，你要重新来一遍，重新来一遍。哎，我们时间有限，时间有限啊！不行不行，来，五、四、三、二、一。好像遇到困难了。这边都没有，不敢唱出声音来。很小心，专在看哑剧。唱不出来啊！跳远。跳远、哎，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下一个了，下一个了，下一位，这什么玩意儿？转，旋转，啊，跳远，啊，跳远，跳远，跳远，我们时间要跳倒计时了，五、四、三、二。一旋转，好，我们时间到了。好，磊磊来到我们的中间，磊磊这边说出你的答案。Super Young G 啊，来唱出来，要唱出来。刚，就你觉得是什么？哪一句歌词？哪一句歌词？告诉我们答案。哦，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来看看我们的答案正不正确？错了，错了，错了！啊，他这边很开心，是我不停歇，我不停歇啊，我不停啊，跳跃是吗？只差一，我是跳远，我说什么？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这样睡觉？我说睡觉，啊、原来是不停。不停歇，这是休息歇。啊，不停歇，我没有想出来，刚刚没关系。闭着眼吗？两点。我这个锅要甩给谁？锅要甩给谁？我的动作都是正确的吗？是不是？他已经在中间的时候已经他自己的原因。他们中间已经迷失了。可是你是旋转跳远呢、啊？不，但我的动作是正确的，是不是？旋转跳跃是吧？还有一题，这一题你们可以尝试换一下位置，要不要？对，要不要换位置？要不子凡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吗？好啊。那我来吧。好，换了一下，一头一尾换了一下吗？不行，结果还是一样。OK。好。哎，是不是没有惩罚的吗？有啊，哦，对，有惩罚啊。哎，站好，站好，我们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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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位置不重要。答错要有惩罚。最喜欢看这个画面了。准备了，三、二、一。截图。哇，哎。哦，这是什么？哇。什么感觉？我没有被，我没有被干冰喷过。艺术家。有毒气体，三号会演技爆表。有毒气体，有毒啊！蛮香的，还是很香的，味道怪怪的，很香。再来喷一点，那再来一点，感觉棉花糖的味道。棉花糖的味道，那你们这一题可以继续享受这个味道，要不要？好，那不要，算了。好，接下来我们第二题。来，第二题，代表出来。你可以先看一下，你先来看一下，然后我再给。对，你要看答案，然后来。你要看看我们这一题的题目。感觉这一题好像有点难度吧？不是很容易用肢体表现出来。疙瘩了，你可以用嘴啊。怎么用嘴？好，来给我们观众看一下啊。感觉嘴型还是蛮难……感觉很难哦。这是一场大……对啊，这不能用很长，而且差点露馅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他们都没有在注意你，但是他们在听耳机里的音乐。好，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哎，等会儿我忘了词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就喜欢你这样的选手，这很直接。好，怎么做歌的？幸灾乐祸。来吧，好了吗？无情嘲讽。好，来开始。好，肢体语言彻底用上了。看这位选手就要注定失败啊！看这样子，炫斗。什么玩意儿？对，这个什么？快点，比划，炫斗。五、三、
后面的那些。咦，第一个就放弃了。磊磊一脸懵，一脸懵的状态。完蛋了，下一个没了，可以传过去。Next. 哎，不一定要，没关系。来看下一个，下一个，直接下一个，直接下一个。耳机可以拿的，直接下一个。First， 炫斗。自己抽的，就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对啊，啊，这个、可以全给下一个。好，继续这一次。好，继续。接下来的信息很关键。把门推进去吧。啊，他听不到。斗炫斗。那再来一次，炫斗。我很期待这个最终的答案。我现在很期待这个最终的答案。好，子芬，你要到中间来揭晓答案了。对，我们说出你的答案。你要做出来哦，看你怎么说。炫斗。这你觉得他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他其实有意思，就是很无奈吧？就很无奈。是啊，就我赢不了我的 PVP， 很无奈。其实这个先说了，这个要想一下炫斗，然后歌曲啊。炫斗的歌曲，炫斗青春啊！来揭晓一下答案吧。揭晓是这样子的吗？炫斗征程是那星辰，炫斗征程是那星辰与大海。你觉得这个就是又要问下星辰与大海？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哎，要不要来示范一下？你觉得子凡，如果你来，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去演示这个？其实应该炫斗吗？炫斗啊！哎，炫斗征程吗？啊，是那星辰与大。哇！恍然大悟，对不对？牛！接下来你们要享受这棉花糖的味道，我觉得他肯定是想要感受，再一次感受这棉花糖的味道。准备好，三、二，哇，全部背对，一，接受你们的惩罚吧！截图，截图！哇哇哇！这次喷得很持久哎！哇，深香啊！故意的，道具老师一定是故意的。夏之光不能打头阵。他们很享受的样子，你们这边该你们了。对，有谁想上的赶紧啊！两题都错了是吧？对他们两题都错了，只有两次。你们只要赢，对，只有两次机会。你们只要赢一次，我们谁打头阵？我第二个吧。你第二个？第二个不背锅。我想下一题是我猜歌，这一题我先。那我打头阵。好，变成最后一个吗？我负责嘲笑你们。真队友。我给你换个位置，要不？好好，我感觉。来，我来好，看一下啊。为了看一下啊。OK，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很简单了，对吧？很简单。第一题感觉都比较简单的样子。很简单。好，三二一，开始。好，开始了。马蹄没了，就这样。哇，它不比口型的。没有口型吗？这么快？好，我再给你五秒，五四三二。一，好魔性啊！这个表情是吧？妖艳啊！就这个，什么红薯叶做出来的口味不一样，味道变了，味道变了，就完了。表情。各位小仙女们可以开始做他们的 GIF 表情包了。再配上刚才那个特定的角度，加上那个灯光。我就喜欢这个。回头问。好，最后五秒，五、四、三，我不能说。一，好，我们有请古嘉诚的小古。小古，我祝你的自己答案，没有让你们失望了，我已经猜出来了。哇，看看能不能猜对。我就看你是要不要，你要比比那个动作，配合那个动作。几个字啊？我的滑板鞋，摩擦，摩擦。哎，说一说，到底是我的滑板鞋摩擦摩擦，还是摩擦摩擦？我的滑板鞋摩擦摩擦。啊！你真是个好间谍，好厉害，间谍厉害，好间谍，太厉害了！你果然没让我失望。这边超能队告诉他们正确答案是：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对呀，我跟你说的是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太绝了，你没说完啊！站站说：“这个锅要甩给站站了。”哎，可以去。我建议我们的干爹加入站站，不要再躺。来享受你们的棉花糖吧！
哇，这边好开心啊，泽西。对啊，要不要哎？要不要有难同当啊？那当然不要、啊。要不要有难同当？当然不要。拽进去，拽进去。哎，我腰不好，我腰不好，别拽我，我老膝盖冰冻是腰疼的。准备三二一，开始你们的惩罚。来啊！谢谢，还没开始呢。哦，这、哦、是第一轮，好爽啊！欢迎大家参观。感觉怎么样？哎，我觉得你们应该，你们应该把第一位选手换掉。对对对 对, 对，我换了，我来。我觉得我们要派我派出肖战。我派出战战。第一个，我说第一个。啊好，好，应该把老谷。可以做最后一个。我来，老谷。老谷，你们怎么不把老谷再放到最后？战战的辨识能力会很强。好，这是王牌队员。你们的第二道题目。老古兵哇，惨无人道！哎，你看看肖战的表情，一副不敢相信的面孔。记得告诉我们几个字啊，战！记得告诉我们几个字啊，几个字，你告诉他，数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我就哇，一首歌来给观众们看一下我们的题目。我们的题目，现在可以想一想，是一整首歌吧？可以想一想，怎么来做这个？他们反正听不到，这个特别长。有一个特别有效的办法，站站，两个字告诉你，要多给他五秒记一下吗？就是放弃，放弃，直接过去可以过吗？可以用嘴型。哎，试一试，万一他们猜出来了。泽西，你真的要全程负责嘲讽他们？对，我就全程负责嘲讽他们就好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他们居然不拉你去接受惩罚，真的对你很好了。是啊，我也觉得，所以要开心开心嘛。所以更加试试看，更狠的去嘲讽他们。战战很无奈、怎么这么久还没到我、撞墙了。三二一，开始。来来一场火力全开，放肆自在 casino， 就占你坦白。老古，老古，老古进行，老古，我怕我接受不来。来，来一场，哎呦，火力全开，火力全开，哎，对对对对，来一场火力全开，敢 say no 就将你打败。我 OK， 哎呦，闭嘴 ，OK， 哇，他很有信心的 OK 了。好、我你为什么不说舒帅？哇哇哇！厉害！再一次！但是看到月月那个表情，我就放心了。他完全不知道在干啥。念出来啊！念出来，念出来。好吧，他听不到，他自己不知道。这个耳机声音很大。这你。忘记了，来小月，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干嘛？无声的交流，无声的交流，有天使飞过，哑剧，自闭症儿童的交流。小伟已经受不了了，同学真的是黑洞，你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要让他上，不让泽西上？因为他们想输啊。他们想让我嘲笑他，自闭儿童的交流、我当时提议把他换掉，不是换位置，而是换下来。教练选择换下。哇，猜出来了吗？猜出来了吗？厉害了！来来来，到我们这边来。没有，我还有时间吗？前面不太好了，没有了。后面我绝对知道是什么。前面是、要不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 ？Say no 就将你打败。前面不知道是什么，前面你再做一个前面的。机会太长了。前面我也不知道。前面是两只小蜜蜂为在花丛中飞呀啪啪。来，小五，告诉我们你接收到的答案是？我有两个答案。两个答案，只能说一个。来，要不你看我做一下吧，这么难，这还有一个就要不要给他们一次机会，让战战做一次？觉得真的很难，不要，不要，拒绝，看我做，那不要了，没办法呀，他们不要哎。他们不要哎，我们继续，要不要拜托一下？好吧，给吧，随便给，随便给，让他们一起好吗？好，让他们一起来，来来来，一场，哎，不用做了，那你说来，我就是。好，那直接面对我们的题目，说出你的答案。你确定不要再看了吗？你确定吗？自信，自信，自信，很自信。来一场火力全开，放肆自在，敢 say no 就让你打败。完全正确，一共有十几个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刚刚唱了
有两这一段歌有两个歌词嘛，啊，我唱你们都没有说对的时候，我就这局应该是这个。哦，原来如此。对对对，所以说这一局就是我们的无敌队终于获得了胜利啦。让一局，无所谓，让一局啊，让一局，主要是多亏了我。你们觉得这个有难度吗？谁是最大的功臣？然后你们觉得，当然是我呀。你对对对，主要是他不在，所以泉水指挥官，泉水指挥官。我觉得彭学不适合玩这个游戏。你们为什么不拉泽西来？你看他，但是他最后还让你猜对了，原因是？我没猜对啊，肖战让我猜对了。但他这个 say no 就将你打败，这个我是看得出来，这个我明白。就是因为战战最开始就这样比划的，对对对对，他只是复制了一下。OK。那老谷他是？来，老虎是老虎给点钱我老虎多了。好了，还是蛮好玩的。好 OK， 终于我们的无敌队获胜一次了，来前往我们的娜美处领取你们的奖励。队长终于过去了。队长，队长是怕不怕？队长，我可以多拿几个吗？你看他给不给。他应该不给。那就要看你的魅力，要看魅力有多大了啊。来，卖萌拿回去早上当卖萌的。放电、哎，最会放电的不是肖战吗？我派一个人出来，队长来，队长，我们的发电机，战，发电机，没有，快，这时候就要来，快，哎，没办法，是必须要就是断闸，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推他做跳闸，今天跳闸了，跳闸了，对不对？越是飞吧，三二一，不是对他吗？你这个太油腻了啊！对。哇、wow, wow, 啊！被电到了，我主持不下去了，谢谢，我要走了。啊，我全拿了吧？全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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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好，谢谢。好，来放到你们的箱子里面。终于你们的箱子里面有东西了。不再是左边，左边可以拿几个是吧？好。锁起来，快停下。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游戏了。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传唱的耳机有没有很眼熟？是的。Lucas 的，哎，哇，发现了，没错，这就是我们全新的职业角色卢卡斯的定制款耳机。那我洛欣呢，要在这里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了，我们今天的终极大礼包当中就有这一款定制耳机，当然还有其他的福利，等会儿呢我们一为大家揭晓。OK。这一轮第三轮的挑战结束之后呢，要再次跟大家发放我们的 CDK 了。好，让我们一起说出口号。爱炫感动，我不 say no， 来触发本轮 CDK 的发放，三二一，爱炫感动，我不 say no。现在我们这一轮的 CDK 已经出现在屏幕上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轮的 CDK 都在越来越多，那我们的福利呢也越来越丰厚，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活动，待会儿呢还有更加惊喜的福利送给大家了。是的。好了，那刚才经过我们的三个有关于新内容三周年的一个挑战之后呢，马上给大家来一个可以放松的挑战了。是的，那我们第四个环节呢，就是与薯片有关了。那厉害了，土豆君。那说到薯片，要在这里给大家发布一个消息啊，我们的天天炫斗与品客薯片达成了跨界合作，推出了天天炫斗品客薯片同人作品征集与品客定制罐装薯片双重合作活动。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就邀请了我们的品客代言人品客大叔，那他将走进炫斗世界，化身我们这边的品客炫斗讲师，为我们传授击败土豆兽的技能了。那有请我们宇宙超级无敌萌的品客大叔。好，我们的品客大叔今天真的很大的一个叔，头很大哎。来，我们这个他有点真的是年迈走不动路的感觉，步履蹒跚啊。那当然，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一轮的道具，可以看到我们右边，哇哦，这边我们的土豆兽也是为大家准备好了，待会儿呢大家需要挑战来击败他们。那接下来就要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品客炫斗讲师为大家演示如何击败这些土豆兽。那可以看到桌子上呢有很多我们的土豆兽，比方说原味土豆兽、番茄土豆兽，以及我们的这个是烧烤牛排土豆兽，还有香辣的土豆兽，以及这边还有酸乳酪洋葱土豆兽，还有我们的这个是什么味道啊？芝士土豆兽，反正就有各种种类的土豆兽，对吧？那接下来呢，你们将要如何去打败他们？四位队员，一位进行指挥，另外三名将眼睛蒙起来之后来传递我们的薯片，最终
最后一位吃掉它，并且要猜出它的口味究竟是什么。有点，这个有点难，对吧？平时爱吃零食吗？零食偏少，偏少，就注重体重管理吗？对对对，哦，真的啊，吃的机会比较少，大家爱吃但是机会比较少啊。那接下来的话，两边可以，我信，不信，我信啊，你信了，我信了，有鬼，啊，两边可以讨论，究竟谁来指挥，谁在最后把它吃掉，并且猜出口味，猜错了是要重新进行的，哎，用时最短，用时最短。就获胜，啊啊，嗯，好，来吧，小朋友先吧，商量一下，这边先，他们就是想让我们打头阵，然后来，哦，然后对我们想让我们经验对吧？但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怎么样都是我们赢。Okay, 这边很有自信，现在你们领先。我就喜欢你，那就啊，子凡来指挥，我指挥吧。佳佳爱吃，所以佳佳来猜味道，然后我和光光就来夹，做个传递，可以吗？好，他们已经决定了，好。那我们这边品格大叔可以啊，在旁边看他们怎么样去击败这个土豆兽，跟我们一起摇摆啊，品格大叔，什么意思？那我们摇摆指挥对吧？我夹个指挥，三位可以戴上你们的眼罩，三位都要戴啊？对，这三位都要戴，只有子凡一个人不用戴。好，哇，很贴心，把筷子拿好，分给他们。哎，我要检查一下，他们这戴的真的是一点点看不见。眼前的黑是什么黑？眼前的白是什么白？指挥一下，现在我们开始挑战。等一下，三、二、一，开始。好，开始了。哇，哎，夹个，慢点，小心点，没夹到，小心，没夹到。子凡，找让他找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味道。下去，上了。哎，选一下味道啊，你们好歹。这个味道名字好长。我觉得他是在挑这个，必须要选。他在挑那种就是烤的比较好的薯片。啊，没夹到。血啊！对，我就负责张着嘴在那等着就好。夹薯片的感觉。你夹指挥拿嘴。没夹到，慢点，嘴巴。你慢点。哎，我真的不得不说，我看到这个筷子，我想起炸油条的那个东西。来，放我手上。哎，这叫指挥吗？这叫帮助吧？在哪啊？你过来，往右，往左，指挥。往左，放我手上。哪个往左？好了，他们用了自己的方法，哎，这么大一块，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啊？来，我们两个人同时加一个，这边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加了一坨。等一下，我觉得他们戴眼罩这个可以做表情包，哎，这样看起来好奇怪。潘潘，往前，往上，往上，开始慌了，别动，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不动了，左。你怕啥？好，送进去。又是虫子，怕什么？送进去。哎，再往下一点。好，就这儿吞进去。哎，是刚刚。下次光别捣乱，都掉出来了。这。哇，下次光你不要进去。掉了。哇，好可怕这个人。往上。上，你不往上，好，往前走进去，吃到了，吃到了，佳佳如愿以偿，尝尝是什么味道的，告诉我们，猜错的话是要重新来的，想一想，我觉得这个应该好，想一想什么，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什么味道，小一品，说明回味无穷，我觉得吧，应该是。就那个味，那个，我觉得应该是牛肉，对，应该是有，哦，烧烤味是不是？是吗？是不是？你们倒是回应啊！想简单一点，烤味，原味，烧味，就是不是原味。哇，烧鹅，他的这个答案配上他的这个眼罩和表情，特别的，就是非常接近了，是吗？计时。来，给你5秒钟思考，给这个我可以指挥正确答案。那是不是叫烤肉味？简单点，确定好了吗？原味，你信我，原味，信你是吗？对，你怎么知道？你信我，原味吧，原味。好，来，我们计时停止，他说出的答案正确了，是吗？我们先公布一下用时多久吧，
3分01秒。哎，这完全就没有什么味道、啊。子凡，揭晓一下，你刚才喂给他们的是、啊、这个是这个原味。原味，原味的。你这个口感不对吧？你真的爱吃零食吗？原味和其他味道都差蛮大的。哎、烧烤味吧。这边他说有肉的味道。小月看到，小月看到。他们把手上还有桌子上的通通放进去之后，这个表情非常的惊恐。等会儿可能是他要吃这个薯片吧。OK， 我们来选一下。哎，刚刚我们这边有，就是泽西刚刚上把没完，所以我们四个要拿个特殊的方式。嗯，我们要淘汰一个，决定到谁、啊、淘汰一个，谁可以休息啊？什么方式？什么方式？剪刀石头布啊！剪刀石头布，来，特别的方式，我以为很特别。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啊、他输了，所以我休息啊。输了休息，跟赢了休息 啊，休息。你们赢得了这次机会啊。好吧，来吧，那下一次。好 ，OK。好，那我们怎么分配任务？你们怎么这么好糊弄啊？我来吃吧。好，这边玩下一把了。那我当最后一把手。我这种薯片，薯片你要长吗？啊，长的话我们会输的。那你这样啊，你出我。拉长。好好，你长。我不要指挥，没搞清楚状况。那我来指挥，你来指挥吧。好，哎，先说一下有什么，都有什么味啊？这里啊，原味、番茄味、香辣味、烧烤牛排味、芝士味和酸乳酪洋葱味，还有鸡翅味。其实我觉得还有烧烤，没有鸡翅是芝士味，芝士味对。OK， 番茄、烧烤牛排、酸乳酪洋葱，好。哎，这个就很聪明了、啊，你看。指挥好一点，我来指挥吧。来，你确定不要让月月指挥吗？我不要让他指挥。什么意思？哦，你是说，哦，你是说我会输是不是？快一点。月月很不服气。我没有。准备好没有？是这个玩意。来，八。是反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吗？你反了吧、哎。先把筷子拿到手里面。啊。你这个反了，对。能不能友爱一点？ Okay. 我们这个组。来他那个指挥真的非常好，很有范儿。谁指挥？指挥嘛，开始来。感觉什么时候交响乐要开始奏曲？你要好好拿，快点，我们直接带架子鼓来了。准备计时开始。来，往前，往前，不是这个，前面这个，前面这个，对，就这盒，然后这盒，左边，对，这盒夹，你试试夹，试试夹，对，夹到了，哎，没夹到，继续。夹到了，原来是，要。哇，这个没有，来，跟你说没有的。对，小月往前，对，泽西保持水平，对，哈喽，对，就在这，对，就在这，在这前面。是啊，你倒是。你的手往前，你的手，啊、哎，那重新来，快点，回来，来，这，太可惜了。对，加，应该放到我手上。对，实力的差距。哇，直接放，这都好用力啊！没夹到。哎，真的，小心一点，再用力的话，薯片泽西不会用筷子。来，夹到了。我感觉我夹了好大一坨。来，放小月手。提上，你手往你的右。往前，快来！往前，然后泽西往你的左，对，碰到了，往左，好，可以放了，可以放，就是可以放了，可以放。你不要碰我，你搞得我旁边有紧张。回来继续，这开始。太吵了。掉了吗？没，你就保持这个方，你保持，对，你保持，别动。打我干嘛？肖战在一旁已经变成薯粉了。对，夹到了。往左，水平往左，对，往上移，往上移，头缩，继续缩，往后退，往右去，对，泉水指挥官，哎，有没有我们刚刚那个时间了啊？先收回去吧。对，我觉得指挥已经玩开心了。夹，我有夹好不好？我有个问题，开心，他们玩得很开心，就是肖战跟月月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哥哥组那么吵、啊？就是人在黑暗当中真的会很恐惧。泽西，你加筷子可以吗？你往前加一点。来，怎么不行？厉害！告诉我，伸手，对，你顺着这个去找他，对，继续往前，小月往你的左。哦、太棒了，你们太完美了。泽西是黑洞吧？几分钟了？超过三分钟都输了。来，超过三分钟就输了。战战已经蹲下了。我是谁？站在你先旁边休息一下。我们超过三分钟就超过三分钟没有？来，工作人员告诉我时间一下，还有30秒是吧？加油！快点！
别动啊，往后面一点，后面一点点，没有没有，你的右手边，右手水平，右手小月往后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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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缩缩，放放，三十秒到了，对对对对，来站起来了，好像玩那夹娃娃机，来快抢抢，往收下，来说我。什么味道？什么味道？什么味道？香啊！香啊！看我们时间是，哇，59秒，获得了胜利。哇，哎 ，yes， 我以为我们输定了，知道吧？哼，都准备放弃了。我们这是前期做的很巨稳，想让别人知道，就是这个，想让别人。某人还说不要我来加，只要让我来尝薯片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尝到了胜利的味道。哦，我们赢了是吧？对，你们赢了。子凡有什么要说的？非常有戏剧性。我看到间谍没用啊，间谍。间谍你在干嘛？干什么啊，间谍？间谍这次没玩啊。对啊，真的是，哎，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翻。哎，那我们是不是赢得金币了？对，没错。这一局呢，由于有几秒钟的差距吧，大概我忘了上次上一轮你们是三分多少的。三分多一点点，反正对微小的差距赢得了我们这一局的比赛。哇，非常厉害了！接下来很惨烈啊，香辣的里面都没有薯片了，就全部都已经撒在桌子上了。OK， 也恭喜我们的无敌队再次拿下一局。哦，好，有请获胜队伍赶紧出发，向我们的娜美拿到你们的金币以及 X 碎片。好可怕！好，我把平克大叔也送走了。哇！谢谢啊！恭喜恭喜！现在两队就战平了，是没有想到居然追平了比分，万万没想到，很厉害了。我们这只是就放一放，放一放。啊，后面你们会憧憬的，对吧？哎，看小月这个表情就很拽，里里一一里。哎，我们的自信心慢慢往上升了，就是不该太嚣张，就不要太嚣张。对，平常心，平常心，还是那句平常心。平常心。OK， 那现在我们这一轮呢，又到了发放。我们的福利阶段了，爱炫感动我们 say no 口号响起时候，也触发了我们的这一轮福利。三二一，爱炫感动我不 say no。 好，那现在我们屏幕上方呢已经出现了40个 CDK， 登录到我们的天天炫动官网就可以换取游戏福利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就刚刚有吃到的这个香辣味以及没有被吃到的烧烤牛肉味，这两种呢就是我们天天炫豆的定制版的品客罐装薯片。那今天在我们的3周年的青春盛典就已经正式启动预售了。是的。那当然了，今天我们刚刚除了终极大礼包中说到的有卢卡斯的定制耳机以外，也有我们定制款的品客薯片。好，那么经过4轮挑战，咱们现在两个队伍是打平了，那都是拿到了2块 X 碎片以及相同的金币数量。那么这里要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我们最后一个挑战环节呢是跟咱们这个天天炫动新版本游戏的一个 PK 赛，哎，考验大家游戏实力的时候到了。那当然了，接下来就要说说我们这个挑战任务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任务呢需要2个队伍同时来进行。哎，那我们其中一位队员抽取职业卡牌，对这个职业的卡牌进行绘画。第二名队谁画画是最好的？小战。战在我们这，他学画画的吗？那第二名队员呢将会根据他的绘画来前往 cos 区挑选相应的服装。可以看到我们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很多。好，请工作人员上我们的画板来。没错，那其中我可以给画板找点位置。好，来，我们一位抽卡牌画他画职业，其中一位呢到 cos 区挑服装，给 cos 区的2位队友，其中一位负责被 cos，另外一位呢根据挑选的服装去给他穿衣服打扮 cos 他像我们的角色。所以这边你们知道要挑选谁画了吗？我知道他们应该会，对，他们在考虑，他们在想应该要让谁出来画画是吗？还有很关键一个，谁出来被 cos？ 我来画画吧。好，就自告奋勇画画。这一盘要不谁去 cos？ 我来画画好不好？小战画我可以啊，我来老虎画吧。这样我负责休息。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挑战的话，我就觉得太没意思，就秒杀他们。太欺负他们了，老虎。那不一定，不需要，就派个间谍给他们。记得我们之前说的话啊，对，那个谁选牌，弄垮他们，就给一个人选牌是不是？对，对，只有一个人去，而且不能拿过来，只能在那边看。
那我去选牌吧。好，我负责休息。好，没有，就是画画的那个人过去看看了之后回来画。哦，及时记忆。好，不能拿过来。就是我给一个人抽牌，是不是？没有，就是画画那个人直接过去看。哦，画画的人去看，我先去看。画画那个人直接去看。啊，你画吗？对啊，他画。啊，他画。间谍。我吃了一惊。间谍啊！你要派上用场了。这是我们队里面画画最差的。对，不然我们、哦、不然我们稳赢，太欺负小朋友了。对。啊，给点难度是吧？在哪里看？有点挑战性。给小朋友。这边选出来之后同时进行。啊，选出来了吗？怎么样分配？佳来画。对。因为我是绘画担当嘛，我们。绘画担当。哦。废话担当。废话担当。很准确。那同样的，需要两位在 cos 区。给他、嗯、给被 cos 以及去 cos 的那个人，谁？那我来，就穿衣服的，就一个给他穿，一个被打扮。我来给你，我来这边，我来洗好衣服。cos 你给他穿衣服而已啊！哦，我给他穿衣服，我是挑的。哦，你是挑的，我给你穿吧。子凡去挑，挑衣服，这是由我们行走的衣架，我给你穿。啊，行走的衣架来穿 ，OK。可以可以。好，那马上呢，准备绘画的那个人。去看看我们的卡牌长什么样子，抽取这个职业回来进行画画。眼睛看好了啊，我们是不能看的吧？我们不可以看。你们不能看，我们要猜，你们不能看。不、哦、要看他们画的之后，看了他们画了之后再去穿衣服。好、哦，明白明白。那是被 cos 的那个人，根据你自己身上的一个服装搭配来猜出来。最先完成的获胜是吧？对，先猜出来是 cos 的谁，就哪怕你可能拿到一个头发或者说一件衣服，你就可能猜出来的话，也是。几率很大的，我很好奇了。你们也可以多猜几次。好，这边两位已经有所记忆了，胸有成竹。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画的。来，小佳，我很好奇两位的这个绘画技能，特别是这位绘画担当，他这个技能哇，我跟大家说，他喜欢画什么？印象派，就是他叫做两点一线。我想想啊，烟印象。燕家所许凡啊高家啊行了刚才干嘛憋不下去了刚可以略过哎真的我觉得这边已经赢了我觉得已经赢了啊这边已经什么的话出了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了可以过来看的啊、哦我们是要来猜，然后去拿衣服是吧？去 对拿衣服。这边现在他这边画的，我觉得你这三个他们画衣服、啊，画型画的很帅。对，先看了快看啊！我去弄一个，赶紧去挑衣服啊！挑衣服，挑衣服。继续对啊！看完了之后要挑衣服给你们对。就是他，去这么酷炫。等一下，就是他。哎，这位还是很聪明啊，有去那边看一看。对啊，就他把哎把哥哥打扮的帅一点啊！被 cos 那位站好。两位站好，被 cos 的两位，来，我来帮你，我能帮忙吗？哎、好了，我看到这个衣服，我猜不出来。如果有谁有答案的话，直接说。这里是谁？哦，谁？要拿过去对。哎，不可以，只要穿了就在那里地方猜就好。就在这边说说答案就好。对。雷雷，你说呀，你说你在这里，你要说名字啊。这个角色名字是。没事，我刚刚什么都没有说。这是什么？这是眼睛。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好猜啊，蓝色的，是啊，而且看这个拿了一把刀啊，对啊，是非常的明显嘛，是不是？找内件，布鲁，是的，没错，这更夸张啊。这边都还在找衣服，布鲁，我觉得小月特别可爱，你知道吗？小月把衣服拿起来，真的哥，自己比划了一下，觉得不好看，我想问一下。他怎么猜出来是谁啊？就一个大刀啊，蓝色的。你要知道，这个角色布鲁的角色，他的主要武器就是大刀。我觉得佳佳，你先不用解释了啊。这位朋友，你先来看看这边画成什么样子。人家已经派出了，没有派出哎。啊，学过画画的，学过美术的。之前我过来看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突然变样了？画风不一样。真的赢了。我还想炫耀一下。专业啊。所以加工了一下，加工了一下，加工后现代，后现代，一般人看不懂。老狗，你这样子，我们不看了，不用看了。我们的你换了比武，超能队已经获得了胜利了。他们 cos 的这个是布鲁，好，可以把你们的道具放回去了。啊，那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也没想到啊，这边刚开始看他们画的有模有样的。我觉得这边超能队是以无招胜有招。
我们讲话还是有章，还是有章。不是，我们这种无敌的话都是有模有样，对不对？美术功底，确定这是有模有样？对，美术功底淋漓尽致。这个非常的抽象，印象派后现代化，灵魂画师。OK， 那现在呢，我们这一轮超能队获得了胜利，我们一起说出口号，触发本轮的 CDK 发放，爱炫感动。我不 say no。那我们的 CDK 已经再次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方，各位赶紧登录天天炫斗的官网领取。他们有领金币吗？当然要啊。要啊，我们先触发了，然后再去领吧，好吧？谢谢，其实你提醒我了。来，我们队长去领取你们的金币。OK， 好，那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画板给撤下。没错啊，当然了，在这里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是，我们的天天炫斗已经与李米秀合作，在李米秀手机 QQ 玩法当中提供了四大游戏职业形象，同时还有职业角色的枪舞动作，让聊天可以变得更加的酷炫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周年庆期间体验炫斗李米套装。哎。那么我们前面呢也是经过了五轮的挑战之后，马上就是最后一轮挑战了。我们现在超能队是3-2暂时领先。没错。那最后一个环节呢叫斗挑战，在经过紧张刺激的前五大挑战之后，我们两队的团员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来到最后一轮挑战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下每队分别获得了多少金币啊。那我们现在炫斗超能队这边是30个金币，哎，那我们这边无敌队是20个金币。那我们这次环节呢是本次炫斗活动 X 九不 say no 的终极挑战赛，直接将决定各队的输赢。现在先请我们两队队员前往我们的挑战区。好的，那所以刚才经过我们的一番调试之后呢，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了，我们现在呢还要为他们请上这一轮的邦邦的嘉宾。那是两位职业大神来到我们的现场，好厉害了！让我们有请两位大神登场。来，有请。好啊，看到一位是，哎，这边是女玩家还是大神？这就很厉害了。有请两位来到我们这里，来，首先介绍一下自己，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来自安卓微信时区，我叫淘淘。淘淘，淘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因为女性高等的玩家的话呢，大家应该都会比较有印象，特别是对 ID， 因为战斗力会有一个排行，对吧？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在做这个炫斗的直播，然后我的直播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特点？我直播间里放的歌都是我自己唱的，所以很多人会记得。啊，所以说蛮多人对你有印象的。应该是吧。啊，那这是我们的淘淘。那我们这边的选手应该也是来历不凡，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苹果微信29区的沧海。哎，很简短，我以为还有，没有了吗？其实我想访问一下，没有的话，你马上即将代表你的队伍去跟我们这边的淘淘作战。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很害羞。感想就是不要拿自己的号打。哎，我想先问一下，两位战力是多少？战斗力排行是？对，他的比我高，我才280万。280万，那淘淘是多少啊？280万，我423。423，这个是乘以，差不多快要乘以二了，这个很夸张哎。一倍于你。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之后。这边两支战队可以开始选人了，已经有了那个人选了、已经有人选了，那你们就说吧，让他们先说怎么样？那让他们先说。那当然是战斗力高的嘛，是吗？那淘淘就属于我们的超能队无敌队这边呢，就是沧海。好，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大神进入到我们的对战区。来，有请我们来打败他们。OK， 那现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之前你们用到的金币，得到的金币现在就有用了。哦，是的，在这一轮里面，你们是可以在右侧我们娜美的拍卖行来购买你们的道具，来干扰一下对面的选手啊。但是我建议呢，这一轮先不要用，留到最后最终决胜负极再来用。好，我们最后一局一v一非常重要。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海英来为大家解说他们接下来的这几场 PK 了。好，那我们这次的规则呢要进行3场的 PK 比赛，那分别是3v3 2v2 以及1v1。那三轮之后呢，每队，当然我们刚刚说的最后一场是最重要的，最后一场呢将是1v1的一个终极单挑战。
好，那现在我们的六位选手都已经准备到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场三 v 三的 PK 当中了。哎，三 v 三的这个 PK 赛啊，可以说它是一场混战，所以说大神的作用啊，就是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队友，并且对对方造成杀伤。啊，那不知道究竟是我们 X9 少年团的成员厉害一点，还是我们的大神选手厉害一点呢？哎，那现在基本上你准备就绪了吗？好了，好，好，我们赶紧进入一下第一场的三 v 三对决。哇，看一下这边，他们究竟我很好奇他们会选谁？哎，对，对我也很好奇，比较好奇，因为真的我们这个天天炫斗游戏里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特点，每个人的技能的话也不太一样。哎，我看到这边，哎，蓝队他是选择了两个伤之名。那这样的话，这个队伍的机动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对于同样有六个人在场中来说的话，逃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就比较喜欢苍木勋。哎，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哎，女刀这个时候，你作为这个 PK 场当中一姐，一定不能怂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去给队友支援。我看说放出了一个妹妹，哎，尚之敏发现有一个落单的，冲过去之后。两个人周旋一下，女刀目前的血量啊是非常健康的。看到下面队友在被打，一定要是施予援手，这个第四次放空了。哎，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版本当中啊，我们这个画面也是有经过一番更新，另外还有同时更新的拍卖行，还有就是他们这次没有选择卢卡斯。那我们这个新角色现在也是免费使用的，可以说真的是虽然三年的游戏了。策划组依然是诚意满满。哎，现在看一下我们那边，感觉这个第四中了之后，伤之敏很危险，跑掉了。哎，这就是真的，虽然不是用技能逃跑的，但依然是跑得很快。来看一下这边，哎，最后哇，苍木勋啊，跟队友的夹击是获得了胜利。伤害太高了，哇！是哪支队伍赢了？我只看到一个炫酷的技能。是，那这边是啊啊！我看到佳佳那个手势，我就知道，啊、哎，是他们赢了。对，超能队获得了胜利。超能队，那我们有请娜美往超能队的专属宝箱当中放入10枚金币。哎、嗯，第二轮我们的 PK 就将会有20枚金币，为你们第三局购买助力器做好准备了。是的，所以第一局其实还好。对，10枚金币而已。没关系，那接下来你们将会从3名队员当中选出2名来参与接下来的一个2v2的比赛。那2v2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考究，因为这场将会决定你们金币数量，因为我们看到这边的道具啊售价是不一样的，当然是一分价一分货，对不对？金币越多我杀了3个买东西越好。所以你们究竟选谁出战？究竟选谁？你们俩吧，交战吧，交战跟大神。因为我刚死的最早。好，已经对自己 OK。 那小五叫旁观了，然后这边呢你的超能队，我是4了。我不用要。好，主观是最后是我跟大神一起来组队，想要去旁观一下。你可以用那个号，那个号战斗力高。其实是都一样，给出了最真挚的，其实是都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服当中啊，所有的宠物啊、装备啊，然后这些都是一样的。啊，原来如此。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2v2 PK 当中。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房间里面，想一想这一轮你们要用什么样的角色？刚才用的顺不顺手？啊，已经选好了。是。哎，这边的话看到是凯瑟琳，对面是苍木勋和女刀啊，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强啊，因为现在这个版本当中啊。苍木勋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因为在之前的版本当中，我们比赛当中都很少见到苍木勋这个职业。哎，现在看到两边是一个1v1单挑的局势，女刀，哎，放出一个卡牌。好，看出这个名言是没有打到啊，火柱没有打到。苍木勋的一个走射也没有命中。那接下来的话，看一下伤之敏。啊，丢了很多技能，但是伤之敏他的打法就是一定要打完就跑，打完就跑，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拉开阵型的话还是比较有利的。哎，看到现在女刀在拼命的跑。其实我们之前有了解过，我们的妹子淘淘她非常擅长使用女刀角色。哎，现在看到两边又是一番混战，血量上都还差不多，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有个装备是可以有几率性回血的，所以说运气也是，哎，这个火柱命中了。
命中之后看一下连招，因为法师这个职业他的连招性是非常非常强的，现在情况不是特别的妙，两个人同时被打，那失去了支援的话对于这边的红队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现在已经看到红队这名队员啊直接死掉了，现在是一个一 v 二的局面，尚志明怎么办？哦、哇这是真的没办法，因为面对一个夹击尚志明就算再能跑啊也跑不掉了，所以结果是哪边获胜？是我们超能队，又是超能 队,、啊、超能队，超能队又多了20枚金币了，这下差距就有点大了。哎，有请娜美将我们的金币放入宝箱当中。现在超能队之前就已经有30枚金币，现在加上这30枚金币，共就60枚金币了。60枚金币，马上我们可以来到这边选择你们的助力宝器。来啊，两边就肖战还有佳佳一起来到我们的娜美的拍卖行，来选择一下。选择一下你们要购买的道具，购买的道具。佳佳，你们有60枚金币，特别富裕。特别富裕。肖战，站在你们这边只有20枚，就只能买。选择一下这边了。对。可以看到，指压板只需要10枚金币。这个是代表的一个手机可以两个人来操作，也就是说，一个人来按我们的方向走位，一个人来按我们的技能，这是20枚金币。40枚金币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新角色卢卡。哎，啊，那我又没有钱。你有20枚，你有20枚，你可以。好、啊，那我操作吧。哇，你真的要选择一起操作对吧？对啊，好玩吗 ？OK， 那肖战是选择了我们20枚金币的这样一个双人操作，拿出你们的所有家当。哎，交给娜美。来，交给娜美。所有的家当。来，获得了双人操作干扰道具。你就很富有了，佳佳。是，你可以把两个全买。哎，那就都打包带走吧。都打包带走了，来，拿出你们的金币。那这样的话，一共是50金币就可以了。还多了余下来。哎，还多了10个。哎，这等于说我这个是给他们用的。不是啊，这个是你们用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可以操作一台手机，他来走位，你来摁技能。那我可以不要吗？不是，这个是出手加给对方是不一样。啊，是拿给对方的吗？对啊，是啊，这是给对方的干扰道具啊，干扰道具是给他们用的。对，这个我理解错了，一个指压板是给他们的，然后卢卡斯的是你给自己的啊，原来如此。好吧。那等会儿大家就要跟大神来共同操作，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好 ，OK， 已经购买完毕了。好，你们可以回到这个对战区。好，来指压板要拿走，指压板可以拿走，放在脚底下啊，把鞋子脱了。哎，这个真的是有点厉害。哎，但你们两个要一起操作是吧？对，佳佳跟，所以现在是1v1对不对？对，1v1了。那我们就拍大神了，对不对？对，然后肖战开始偷笑了，你这个指压板又指不到我这里来。大神不好意思啊。好，来，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了我们最后一轮1v1的 PK。嗯，很关键哦，这一场比赛获得胜利的话，将会值得直接赢得我们这一次比赛的全部胜利。啊，我觉得有点难度的是佳佳要跟淘淘共同来操作。嗯，你们谁来走位，谁来按技能啊？他来按技能，我来负责走位。走位是吧？你走的位，我很期待待会儿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千万别走远了。我觉得这个道具虽然只需要20枚金币，但是它的效果，很实用。对，很实用。但是失策失策，但是我们这个大神选手，因为之前可能还没有感受过这个指压板，不知道会不会状态受到影响。哎，然后就一边跳一边打，一边跳一边打，这也是有可能的。哎，好，两边有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吗？啊，我用这个。对，你们两个操作一台，两个人一起操作一台，对，你操作走位，然后他操作。你们俩可以分配，谁决定按技能，谁来走位都可以。好，这边已经是发起了挑战，那两位大神呢，现在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干扰的。我们看到就是。沧海这边呢是脚踩指压板，那涛涛这边呢是因为两个人啊共同操作一台机器啊，看到女刀这边开场之后先是一个第一次起手之后放出妹妹憋在角落里面，就是一顿很做观厕所，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受的，因为女刀这种啊二打一的职业啊，配合妹妹之后伤害是非常的高的。那即使是卢卡斯的话，这边丢出了技能发育反击，可是血量上并不多了，现在又跑到了板边，情况非常不妙，虽然回了一波血，但是还是不容乐观。来看一下
这边女刀有再一次第四命中之后，哇，直接带走，那恭喜我们的炫斗无敌队获得胜利。哇，这个二十枚金币的威力好大哟！是啊，没有想到。来，我们一起来到中间，当然也感谢我们的大神，谢谢。同时也有请上 EXO 少年团的其余刚才我们观战的队员，有请。我刚才最后一把，真的很快。那怎么回事？发生了撞枪口吗？刚发生什么？怎么有点懵？然后就撞枪口吗？啊，厉害了！谢谢我们的大神啊，大神肯定觉得。谢谢你眨眼之间就已经结束了比赛了。就是我刚想哎，看比赛开始了，哎，比赛也结束了，就没有反应过来。那刚才看到了佳佳还有肖战、小五以及之光的操作，你们其他成员觉得他们玩得好吗？我觉得哎，我觉得他表情很有戏。何西说，对。很好，无敌组很棒啊，一脸认真，很厉害。很厉害。那当然，这一局呢，就是我们的无敌队获得了胜利。哇哦！啊，很厉害。哎、有请我们这边呢送上可以我们的 CDK 福利，说出我们的口号，三、二、一。爱炫感动，我不 say no。OK， 那这是我们这一轮的 CDK 福利呢，已经是发放给大家了。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之前是怎么放狠话来着？哎，好像有什么惩罚措施吧？怎么回事？我们赢了吗？谁赢谁？是你们，你们赢了，是我们赢了呀！这整一大趴是我们，最后我们赢了。对，最后是你们赢了。哇，看看那蓝，最终胜利，他赢了，他还在一脸懵。那怎么惩罚呢？刚才说了嘛，对啊，你做俯卧撑。哎，这边在干嘛？今天的天气很不错，对不对？对啊，我们现在满天繁星，可能看得到天。天哪！肖战是我们的功臣，肖战是你们的功臣，大神是我们的功臣。全程战战今天是神，他今天话很少，话不多，但是他做出了最关键的决策，对，就是这最后那么一丁点，走位走对了。啊，今天呢就要接受惩罚了，十个俯卧撑对于你们来说是大问题吗？我就过去做不了。哎，你们可以对给他们施加压力啊。本来说是要你们去干扰一下啊、你们自己想一想怎么样，毕竟弟弟们还是要稍微爱护一下，对吧？好，没问题。OK， 来十个俯卧撑。我们再到一边，我们来到一旁，到一旁来，大家来，一人分配一个，那还多了一个，一人分配一个，非常有仪式感，非常有仪式感。我们挠痒痒吧。我。哇，他是最怕痒的吗？之光最怕痒吗？他快点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好心疼啊！哎，背后有杀气，别动啊！来，准备，撑着来，有杀气，三二一，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发现了，我觉得之光是体力最好的，其次是磊磊，对不对？然后佳佳，最后是子凡。主要是夏之光怕陈泽熙，对，挠痒痒，对吧？我说子凡体力最差的，子凡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不可能，因为你做的最慢，他一口气就没喘，那个做的很好。其实就是肌肉比较发达，会做的更慢一点，对吧？对，其实慢的才难，只能说更标准，比较标准一点。哦，我不太做这种运动，就你们这种经常运动的健身的才会知道，对吧？好，那刚才我们的惩罚环节告一段落之后呢，我们今天的整个游戏就结束了，挑战也已经全部完成了，但是呢我们最终的福利还没有发放，还有个终极大礼包。没错。好，那在这里呢，终极大礼包送出之前，我们将要有请娜美为我们送上 X 碎片，与我们炫斗合作 X 九不 say no 挑战赛的两个队伍，炫斗超能队以及炫斗无敌队，共同来点亮我们的天天炫斗三周年。那现在呢，娜美已经把你们在今天的六个挑战当中搜集到的 X 碎片全部交到了你们的手上，待会儿呢你们将用碎片来点亮我们的三周年，天天炫斗三周年。没错。那当然了，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啊，想问问几位完成我们今天挑战之后心里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好玩，
是真的吗？真的，真的好玩，就是很有意思啊，这很有意思，所有的游戏环节、啊、猥琐发育，别浪，猥琐就记到猥琐，猥琐刚刚是说谁的？说赵磊。我说角色、哎、我说角色对啊，但是赵磊是代表叫什么角色？商之名。商之名，你要说是代表商之名，然后他又是对吧OK，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接下来呢，我们将跟超能队以及无敌队的代表共同来点亮我们的三周年。 OK， 来，有请，首先有请我们的超能队，嗯，一位一位的点亮我们的天天炫斗。你们点一二三，我们点四五六，好，走。哦，哇哦，放呀，好好严谨啊。第三个点亮啊，恭喜。五哎，哦，这边，我们这边炫彩环节，哎，哇，来，小五。哇，好高级啊！这边最后一个，哇！谢谢大家，今天炫斗三周年已经被我们点亮了，让我们一起喊出天天炫斗三周年的口号：爱炫感动，我不 say no。被点亮的同时呢，也成功触发了本次盛典终极大礼包。那在我们的天天炫斗三周年青春盛典的终极大礼包，是由我们天天炫斗项目组送出的游戏金币、机械子爵之翼、五星宠物魔图以及新职业超能少年卢卡斯的专属版耳机，同时还有天天炫斗与品客合作的定制版薯片礼包。哦，那现在呢，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准备了生日蛋糕给我们的天天炫斗三周年。帅，这个好帅啊。那在同时呢，我们所有的 X9 的我们的青春团队一起站到这个生日蛋糕旁边两侧。好，等会儿呢，我们所有正在收看盛典炫斗勇士们在弹幕上刷起生日快乐或者是其他的生日祝福，那么我们将会从你们弹幕当中抽取出来送出祝福，赶紧刷起来。哎，让我们共同倒数五个数，一起来共同祝愿天天炫斗三周年生日快乐。五，拿起来啊，四三，哎，等一下，重要道具忘记了啊，打断一下，情绪继续啊，继续啊，五四三二一，天天炫斗生日快乐。的支持，那我们本次三周年终极大礼包的抽奖呢，也已经随着我们的蛋糕的切下而停止了。我们将在刚刚刷生日祝福的弹幕当中抽取幸运的网友，送上我们的终极大礼包。同时呢，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将会与您进行联系。非常高兴我们的 X9 少年团能够为大家共同来一起庆祝天天炫斗三岁的生日，也希望有更多的网友可以加入到我们天天炫斗的大家庭当中来，说不定下一个匹配到他们的队友就是你哦。好 ，OK，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 X9 少年团本次参与到我们的三周年青春盛典，谢谢。同时也要感谢天天炫斗项目组用心刻画的每一个角色和不断更新的游戏版本，给我们带来不同体验的炫斗快感。同时最后呢，还要感谢企鹅电竞、闹直播、斗鱼直播、虎牙直播、龙珠直播、熊猫直播、触手直播、全民直播、战旗直播、狮吼直播、大神互动、YY Live 一直播、梦想直播以及 PPTV 聚力以上直播平台对我们今天的大力支持。同样呢，稍后呢将会为大家播放由X9 少年团演绎的天天炫斗主题曲 MV， 让我们一起炫斗在青春。让我们最后来说说我们今天的口号好不好？好，爱炫感动，我不 say no。 谢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次再见。